是一种螺旋结构，它是以螺旋的形式围绕在圆柱体或圆锥体上。螺纹的主要作用是传动和紧固连接，也是一些紧固件的基本特征。螺纹的加工方法有很多种，如滚压、搓丝、车丝等，其中还有一种加工方法叫旋风洗，不知道你见过没有，就来了解一下。所谓的旋风洗，是通过安装在车床高速旋转刀盘上的刀具，在圆柱形工件上洗削出螺纹的加工方法。因其洗削速度快，加工效率高，并采用压缩空气进行排泄冷却，加工过程中窃削飞溅如旋风一样而得名。旋风洗主要用于加工接骨螺钉、丝杠、螺杆类零件，主要应用在医疗、汽车以及机床等领域。旋风洗可以在标准车床和非标机床上加工，在加工过程中，首先是刀盘带动洗刀高速旋转，同时车床主轴会带动工件缓慢旋转，洗刀就会沿工件轴线运动进行旋风洗。在此过程中，刀盘会有一定角度倾斜，这样就保证了螺纹的螺旋角度。那所加工出来的螺纹具有精度高、加工螺纹范围广的优点。与传统车削加工螺纹相比较，旋风洗的效率高几倍甚至十几倍，还可以实现对特殊材料加工以及超高速切削，其消耗的动力较小，表面粗糙度也较小。旋风洗时机床主轴转速慢，所以机床运动精度高，动态稳定性好，还能实现全自动加工，可以节约成本和提高螺纹质量，所以旋风洗是一种非常理想的螺纹加工方法。